城五最逼山景去西铁站呀，乘客在里边要逼下撞下，真恐怖，一到兆康上到丽家挤逼单卡，逼到那师奶都敢话，505最逼车内要塞到烂花，人人爆粗佢系要嗨到劲啊，七点到几百学生摄入条啦，逼得开花，翻学要辛苦阵架，由山景去安定啦，九六一八，而我用挤逼轻铁，2蚊计数切半碟散沙。505最逼你望下西铁站啦，成万乘客在那等那下架，塞死晒三个字都冇话唔怕，不得归家，逼到咁点样掂噶？喂，阵间同你去市广场食饭啦。得啦，而家坐紧伟大嘅轻铁去啊！坐轻铁啊，多唔多人啊？逼到爆炸，轻铁太受欢迎啦，好多人啊！505最逼车内要塞到烂化。乘客在里边要逼下撞下，塞死晒等三个字都话唔怕，逼得开花，翻学要辛苦阵架，由山景去安定吧，哎呀死啦，哎呀死啦，解会服务咁差，505最逼翻号啦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系要奢望那的士座驾，的士座驾，好心佢班次系咁讲折点价，不足托价，翻学会逼得难翻。